今天咱吃酱汁炸炸，我还是拿筷子吧，用筷子稍微方便一点。先来个辣椒，土豆片，茄子，这个是金针菇，
去买，这一个六英寸也得要你七八十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辣椒直播间直接也破价，19.9不要，直接改价上车，16.9，一号链接。一号链接加好了，刷新去喷，给嘞。16.9啊，宝子，京东顺丰包邮到你家啊。对，看看，咱都是限度限发，不接急单，宝子。看看，大可比的蓝莓啊。今天是破价机制，宝子，这个活动说结束就结束，宝子。是的。就两天时间，不是说结束就结束，就两天，对，就破价破两天，这个是我们跟厂家要来的福利。就这两天，因为我们也休息两天了嘛，完要的福利，就这两天能拍就去拍，能抢就抢，宝子们，16.9，蓝莓千层六英寸。600克，16.9，二号链接是草莓千层650克，六英寸。抹茶。三号链接16.9是抹茶奥利奥千层500克，550克，六英寸，都是六英寸，全部京东顺丰包邮到你家，一个厂家。今天破价了，正常19.9，今天辣椒就两天时间，全部补贴3块钱，这三个千层补贴3块钱，16.9。16.9，京东顺丰包邮到你家，宝子，售后还是无忧的，收到货尝一口，难吃都管退。来，一号链接，一号链接加了68单，刷新取喷，给你68单了啊！拼好你的手速，过这村没这店，不多说啊。都现做现发，顺丰都可以供应到你家，我吃不下去了。好嘞，你还要让我卖榴莲？哦，不卖。我说的是啥？9.9啊！看人口水，谢谢宝子啊！啥也不干。还有几单宝宝，刷新自己拍啊！对。今天都是破价机制，宝宝这句话。它是个短保的，宝宝们。如果你收到货的话，大概还有6天左右。但是咱收到货一定要去及时取快递，及时去吃。不然的话，冷链给大家发货了，宝宝们。真的好评率回购率特别高。要新进宝宝等一会儿，好不好，宝宝们？左上方还有个福袋，咱没参与的可以参与一下。刚拍了皮蛋，呵呵，是不是拍了皮蛋？感谢宝宝支持。这皮蛋今天破价机制，我的妈呀！等咱上人，好吧，宝宝们。那要去哪？让他休息啊，我姐休息一下，真的，休息一下，让我代班一会儿。好嘞。破价机制的一个皮蛋，也是各个爆浆。有一个试吃啊。休息了，对，休息一下，然后马上回来。你声音有点大，太沙。宝娟，宝娟，我的嗓子，宝娟。没办法，我的声音就这样。其实一直可能看我们看久的宝，姐姐们都知道我的声音一直都是这样，就是沙哑。主要就是烟嗓。小姐真好看，感谢宝宝夸赞，都是美颜的功劳，真的没有美颜我长得跟鬼一样。贴睫毛了吗？没有，我贴了睫毛，我只是把眼线没画，然后贴了个小睫毛。本来就好看，感谢宝贝。小妹妹长得真好看。哎，别再夸了，夸的人都害羞了，都不知道说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还好看吗，宝妈？这下行了吧？给大家开个美颜啊！好吃好吃，看来宝妈都参与到福袋当中了。看你吃皮蛋，我也想买了皮蛋。妈，想要吗，宝贝？今天皮蛋破价机制，想不想要？想要。咱们这个皮蛋啊，每一个都是无铅工艺的，不烧嘴，不烧心，不呛鼻子。我们破价，但是不破品质，一样也都是各保各的糖心和流心，宝妈。如果有收到货的宝贝，咱们可以在公屏上做一波反馈，拿回家做个凉拌皮蛋豆腐、皮蛋瘦肉粥。姜汁皮蛋呀，或者是说，哎，咱们小葱拌豆腐呀，对，都可以，每个都爆浆，每个都流心，宝妹。而且的话啊，如果收到货有一个不糖心不流心，都可以联系订单客服。咱直播间今天破价机制，就这160个，之前我们卖的是59.9，20个，那线下去买了一个价格，这六个也得要20多了，对不对？今天20不要，直接15块钱都不要，直接改价9.9，到手6个，一号链接。给力，里面还有一个试吃，好吃你留，不好吃你联系订单客服。但该说不说，这个蛋是比那这个蛋是小了一点啊，不低于50克到60克的，宝宝们，50克到60克的这个蛋是小一点啊。
天天吃皮蛋真的好实惠哦，是不是？今天破家鸡翅能拍就去拍，而且的话咱们今天还给大家做到一个试吃，那这六个皮蛋你随意拿出来一个去试吃，好吃不好吃直接联系云南客服宝曼。而且的话这样的一个活动也不知道能够有多少天，能拍就去拍，咱们早付款咱给你早飞飞好不好宝曼？对，有试吃的拿回家，咱们八月十五了，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凉拌皮蛋呀？皮蛋豆腐。直播间有试吃，宝宝，试吃端没有啊？是的，直播间的活动所见即所得，皮蛋豆腐什么都可以，咱们桌上缺了个小凉菜都是可以的。嗯，2400单了。2400单了，我的妈！再加50单。要给你50单加好了，刷新去喷。给宝宝们办个凉拌皮蛋，好不好，宝宝们？好。咱们这个说有一说一，咱们。实话实说，它这个皮蛋啊，它就是各个糖心流心一样，也是无铅工艺，不烧嘴不呛嘴，但是就是个小了一点，但是它更实惠了，一个算下来才1.69块，宝宝们帮我算一下，是不是一个算下来才1.69块，9.9块到手6个，这六个的话线下去买真的很贵，无铅工艺的皮蛋，糖心的一个皮蛋，真的也得要一个20-30块了，咱直播间来20不要，连15块钱都不要了，宝宝们拼好手速，咱们。到手6个只要9.9块，小黄车10件，10件加了68单刷新去拍，给力！今天还有一个试吃啊，六个里面随意拿出来一个，您去试吃，好吃留，不好吃直接联系订单客服，不要将就，宝宝们，10件好评率回购率特别高。试吃活动宝妈，能拍哥你拍哥想专程啊？嗯，就是辣椒停播两天找的福利款，宝妈。对，一样也都是行情流心的。是的。料汁今天刚新调的，宝曼想要料汁吗？想要的话把想要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，宝曼？好吃，对，好评率回购率特别高，真的。皮蛋这个东西啊，因人而异，没试过的宝贝可以尝试一下。如果您觉得之前那个37.9块20枚比较贵，今天直接搂一波福利，这真的是福利的一个价格。咱们现在去买这六个皮蛋，真的得要一个20-30，咱直播间30不要，20不要，拼好手速，15块钱想不想要？想要。15都不要了，再给大家减5块，9.9块到手6个，1号领件，1号领件加了22单刷新去喷，真的好吃，但是有一说一它个小一点，50克到60克，但今天给大家加了一个试吃，一个算下来才1.69块，我算的对吗，宝妈？对不对，宝妈可以说一说啊，对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，不对的话改正我一下，感谢宝妈互动。这是一个别的品牌宝妈，但是啥是福利款宝妈，真的是拿出来做福利的，但是呢它也是无铅工艺啊，糖心的，不麻不涩也不腥，对，吃完之后满满的蛋香口味，哎呀妈，福袋没有了，再给宝们发个福袋啊，你的料汁，想要料汁是不是？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就是我们料汁，截个屏宝贝，料汁皮蛋的一个料汁，我们做生产下的一个料汁都是这个，来3、2、1截完了吧宝贝，拿这个去拌就可以了，宝贝啊，3000单了，还有没有没拍到宝贝？公屏给票一。咱们今天破价机制，皮蛋成了福利款，无铅不烧嘴，每一个糖心吃起来口感比较好。六个现在去买20-30，今天30不要，20不要，15块钱想不想要？想要。今天15都不要了，宝贝，拼好手速，再减5块，9.9块到手6个，小黄车10件。10件已加好，刷新去喷。给力！今天还有一个试吃的，宝贝们。料汁别去白费了，哇，糯米看起来好瘦啊！你在安慰我是吧？截图了吗？你刚刚那截图了没有，宝妈？辣酱开了吗？咱稍等一下。哇，这烤脖绝了！你怎么吃烤脖撕着吃？是不是新吃法，宝妹？有没有见过撕的可以撕着吃的烤脖？我的妈！破价了，宝妈，都是破价福利啊！而且骨汁入味的，你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什么一个工艺吗？鸭脖吗？它是烤脖，有一说一它就是烤脖，有没有拍过咱家烤脖的宝贝？公屏可以来波反馈，而且的话直播间这烤脖有没有想要的？想要，公屏打一波一好不好？咱们家这个烤脖啊，每一个都是氮气锁芯工艺，保留了它刚出炉的一个美味的同时，在运输过程当中避免它的一个损伤，而且的话啊，它这个锁芯工艺的一个烤脖，同时它是先卤后炸，再给大家烘干，味道真是酱香浓郁。同时的话，你嚼起来不是像那种牛肉干嚼你这里疼这里疼，拿它当做一个小零食，或者说，当做一个追剧小零食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这是一个烤脖，它是一个一整个，
现在去买也得要五块一个，是不是？得要。19.9是不是只能买四个？是的。今天咱怎么捏？烤馍破绽。19.9到手四个不够，再给你加四个，8个。左上方成为东北小辣椒粉丝宝贝，再加一个9个，再加一个10个，再加一个11个，再加一个12个。宝宝们，成为咱直播间粉丝宝贝不会让你失望，再给你加一个，到手13个、14个，宝宝们一号链接直接去拍。鸡脖还是鸭脖？咱们这已经加好了，刷新去拍。咱这个烤脖，有一说一，烤脖的话，鸡脖。对，烤脖就是鸡脖，鸭脖成本太高，19.9到手14个，一个算下来才1.4块，1.4块，非常合适了。鸭脖卖不没有这个价格的啊？对，自己都说懵了。对，原来这个是啥？不是，这个是啥？这个鸡脖，这个是烤脖嘛？但其首先烤脖宝子，以前的话，辣椒直播间19.912个，对不对？12个。今天所有拍下的成为辣椒粉丝19.9，再加2个14个，完事儿，简单了明。别4个8个，自己都说懵。真的？对。原来就是12个宝吗？原来就是12个，今天给你们破价，再加2个，19.914个啊！一号链接不多说。9个月的保质期，4种口味吧。反正特别可爱，对它比较那个紧张了。我紧张了，自己干 CPU 干烧了，咱说给他都干烧了，墨迹直接简单两秒，直接19.9之前我们一直卖12个，今天再给大家加一个叫14个，是吧？嗯，看见辣椒了，是的，欢迎我的甜豆。今天破价机制，宝宝。辣椒，你脖子没美鱼？我没抹，宝子，你要让我抹呀？这脖子黑吗？这脖子，咱就说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官方辣的不是特意的。嗯，我这香煎不是轻易能露出来的。那脖子黑吗？黑我就抹抹。嗯，咱就是说，就是黑吗？黑吗？不黑，多白了。咱就说，我这太白了。我这有的时候我这白的，我自己照镜子都能给自己吓一跟头。就说，要你还有28的刷新去拍宝子。白的都反光是吧？嗯，白都反光，宝子啊，太黑了。你看你说的就是假话，宝子，人都说我白，白的都不要不要的了，这你说的黑，你看你说的就是假话，黑黑黑黑黑吧，没事儿，宝宝，辣椒总拍了玉米，别让我失望，你放心，宝子，